的观众朋友们，比我嘴还快呢，难忘的2015啊，真是喜事连连啊。首先说贫困户，精准帮扶深入家庭了，农民工孩子上学可以进城了，身份证丢了补办，当地就领了，要二孩元月一号已经实行了，我想要估计已经不行了。今个百姓真高兴，春节都是好心情了。谁呀？我。我是谁呀？我就是我。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你好。哟，您就是我呀。我有你那么寒碜吗？这女同胞说话都得反着听，每次跳广场舞都站我身边，轰都轰不走，为什么呀？不就因为咱颜值太高吗？那是为了纠正你动作，你跳舞迈左腿甩左胳膊，迈右腿甩右胳膊，俩腿都不迈，还甩俩胳膊呢。我那是为了迎接冬奥会提前练滑雪，应该有掌声。好，别贫了，我在小区门口看见一启事，说你们家狗丢了，谁要替你找回来，你给人5000块钱。哟，真抱歉，狗已经找着了，你要想挣这5000啊，得期待我丢狗第二季喽。可是我听线人说，你抱回来那狗不是你们家丢的那只。哪个线人？就门口卖米线那人。卖米线他就是线人，他老卖我帐篷，他就我老丈人。狗呢？快快快，放出来给我瞧瞧！快快快！睡着了。呜呜呜！睡着了还叫唤？谁还没说过两句梦话呀？哎呦，哎，这就是那狗吧？小名叫馒头。谢谢啊。站住！不不，怎么意思这是？啊，我抱回家去。这等会儿，你凭什么抱回家呀？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前两天我养了只狗，名字叫窝头，丢了。等会儿，啊，等会儿，明白了。你们家丢什么东西都上我们家来找，幸亏你没老公，要不然还麻烦了。你们家馒头我认识，颜色是白的，焗油了。模样长得也不一样啊。模样不重要，主要看气质。哎呀，气质就更不对了。你们家馒头，我一进广场他就汪汪汪，我一跳舞他摇头尾巴晃，我一唱歌他还跟我二重唱呢。他跟你唱什么了？就那个。哪个？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汪汪，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，汪汪汪。你瞧他，哎，一点反应都没有啊。你这么干唱人家能反应吗？这毕竟是个腕儿啊，你得连唱再跳，人家才反应。人家对艺术是很严格的。我现在就跳，不接我就暴走。啊！来。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。哟呵，还真接啊！哎呀，机智如我呀！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。哎。我怎么听声儿不像是从狗嘴里发出来的呀？难道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吗？可能吗？从他们嘴里发出来的。悠悠地唱着最新民族风。让爱卷走所有的尘。吓死宝宝了！哎呦喂！哎，我说你至于吗？
为了狗大点事儿，你还得学门外语啊？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偏偏要靠才华。就你这才华，没事上人家偷狗去啊？怎么说话呢？谁偷狗了？你说这不是我们家馒头，我们家馒头上哪儿去了？要把馒头能找回来，我就承认，我偷了。爸，爸，我把馒头找回来了。坑爹呀！我爸，您怎么哭了？他是在用泪水洗刷自己的灵魂。别怕我，我会骄傲的。爸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有人让我去领狗，我把他领回来了。他说我偷他们家的。明白了。有人让您去认狗，您就把这只领回来了，于是您就给了人家5000块钱。对呀、啊，哎呦，阿姨，我爸这是在助人为乐呀，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他最大的快乐。您算算，一个吃油条都舍不得喝豆浆，穿棉靴都舍不得买袜子，洗澡都得脚底下站一盆，喝酸奶都舔瓶盖的人。愣是花5000块钱给您找狗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奉献自己、乐于助人的帅哥暖男。你说你这孩子说话，我怎么那么爱听啊？你叫什么呀？我叫东风。哎呦，这名字可太脱离实际了啊！你这长相怎么能叫东风呢？应该叫八万呢、啊。你瞧他这小眉毛长得多八万呢、啊，哈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，您是小雨阿姨。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啊？我爸经常念叨您。闭嘴！家丑不可外扬啊！帅哥暖男，谢谢你啊！瞎起什么外号？谁叫帅哥暖男？全小区都知道我叫长腿儿，欧巴。好好好，欧巴，狗你替我找着了，钱。我得给，不，我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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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行，我没带着，你带着我也不能要，因为这5000块钱不是为你花的，那为哪阿姨呀、啊？四楼那个哦，就没这么个阿姨，那您是为什么呀？我知道为什么呀，那天不是有个孩子说，在医院门口十条狗，我过去一看。我心都凉了，我就问了一句，我说孩子，这大冷天的你不好好读书，你跑这儿转悠什么呀？那孩子说，我妈病了，要做手术，现在还差几千块钱。爷爷，您看我捡的这个，是您丢的那条吗？我一把把狗抱过来，我说好孩子，这就是爷爷丢的那条。这5000块钱啊，是给你的奖励。如果你妈做手术不够啊，爷爷再给你凑。一个10来岁的孩子，为了给妈治病，几千块钱急得他伤心流泪。我不应该帮他吗？用5000块钱换颗孝心，值啊！爷爷，爷爷！哎呦，你不就是医院门口捡狗那个？你叫张发高。对，发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还钱来了。啊？都是我当时一着急没看清楚，那天我见到的寝室缺了个角。没有狗的颜色和照片，后来我又见到一张才知道，我捡那只狗不是您丢的那只。不，孩子，你捡那狗就是我们家丢那只。捡的忒准了、啊，我们家一共2只狗，那天全丢了。你说你的眼神，你是怎么练出来的啊？爷爷，您们的好心我领了，可我妈说，即便是捡到真的，也不能要钱。
那你妈治病怎么办呢？老师和同学们都捐款了，手术已经做完了。我妈说，做人要感恩，要诚实，所以这钱必须得还您。爷爷，这钱您收下了，这狗我就抱走了啊。哎，别别，等会儿，这狗是奶奶家丢的。奶奶，哎哎，不是不是，大妹子，真抱歉了，这窝头您就抱回家吧。你不是说它是馒头吗？我不是傻吗？我能有您这智商吗？我们俩的差别就是馒头和窝头啊！我老缺这么个心眼儿啊！我爷爷，那我先回去了，爷爷再见。等会儿，爷爷跟你一块儿去。今儿我们跟他们娘俩一块儿过个春节好不好？又不是一家人，合适吗？合适啊！阿姨就是小区扶贫的负责人，而且我们往这一站，就是献给大家的一副最好的春联，上联是你们俩。叫做东风化雨，下联是我们蒸蒸日上。怎么个蒸蒸日上？你看，这是馒头，这是窝头，我是发糕。我从小叫包子，我们全在一个屁里的。那你可成孙子辈了啊！孙子辈，孙子辈才沾官的。我们现在就出发。我们带着个水饺，带着个面团，欢欢喜喜过春节。包着的馒头，夹着的窝头，团团又圆圆。别忘带锅，别忘带锅，别忘带醋，别忘带醋。千万别忘了给孙子带点压岁钱。